你是不是很喜欢吃拉面，可是总是觉得吃不过瘾？没关系，我们推出了一个配套，让你吃得开心过瘾。这就是六款不一样的拉面，到底有几好吃呢？里面有黯然销魂面、番茄肉碎金瓜面、香辣肉碎干面、日式麻婆拉面汤和日式味噌汤，还有日式乳鸡拉面汤。拿到了到底要怎么样处理呢？首先先把拉面退冰，再把拉面泼洒，接着把拉面烫熟约两分钟后并沥干，接下来倒入200ml 的水煮滚后，再将已退冰的麻婆肉碎和豆腐分别倒入锅中煮至三分钟。香喷喷的灵魂酱料出炉了，最后再将酱料倒入拉面中，好吃又健康的日式麻婆拉面汤就好了。此外，干捞面系列也是同样的做法哦。再将卤肉加热至3到4分钟，而青菜只需要20秒。再将酱料包倒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就是把面条烫熟啦。沥干之后，再把面条和酱料混合在一起，再搭配我们美味的卤肉和青菜，黯然销魂面完成。好啦，各位吃货看了之后有木有心动呢？还不赶紧来下单？